哎呀，刚才说那个啥企鹅变小了，我先把那企鹅删了，完了把我自己给删除了。狮子哥，你还要听你喜欢听的那个歌吗？找找啊，叫啥了？什么？给我妈唱首歌吧。狮子哥喜欢听什么歌呢？找找。看啊，什么歌？挑一种稳稳当当的歌。阿姨喜欢听什么歌？你问问阿姨。应该是老歌，俺喜欢听。我的快乐就是想你。好的。这首歌啊，送给我们狮子哥的妈妈，祝阿姨。比你年轻漂亮，我的快乐就是想你。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你们的祝福。夏天走了，菊花开了，秋风送来叮叮的忧虑，阵阵的秋雨敲打着玻璃，平平的落叶频频重聚，坐在窗前翻看日记，字里行间写满想你，生命每一天。
谢谢谢谢谢谢，也再次感谢我们柿子哥的那个代劳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朱阿姨哈，永远开心快乐啊啊，年轻美丽。其实这首歌是一个比较柔柔慢慢的歌，不知道阿姨喜欢什么样的。这首歌觉得就比较稳稳的啊，比较稳稳的。你问问阿姨，我觉得阿姨她比较喜欢我这个样子的。因为我觉得，就像什么啊，找儿媳妇啊，真的找我这样的。一呢，什么什么体宽了。这个人一旦一看，这个人就不小心眼儿，在一起过日子什么的绝对是好，而且比较，你旺夫倒不知道旺不旺，但是我觉得我旺我自己，比较实实惠惠的吃饭呀什么的，对，心宽体胖，就是心放宽一点，是我们青阳哥。将就恋人做不成还可以做朋友，如果不爱我就放开我的手，你掉头就走我也不会挽留，就是三句不离吃，我觉得吃是一种幸福。放一百个心，真的，我要是那个啥哈，这是开玩笑哈，别想多了，柿子哥你也别想多了，阿姨也别想，我就是说开玩笑。那你说我觉得娶媳妇儿不光不是说给家里去赚钱的，我觉得这个想法不对。不会吧，虽然我也想你陪在我左右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一个好媳妇儿哈，真的要这咋说的了，那句话怎么说的了，叫什么玩意儿了，不要这么说，我心这个不知道怎么去形容。我觉得就是说像我这种，我觉得就是我属于不聪明的人，一看就是觉得这样的人我觉得挺好的，这么会推销自己。放一百个心我不会罢留，虽然我也想你陪在我左右。就那个上得厅堂是能上得厅堂，厨房也能进去，但是不会做饭这一点就是有点硬伤。没有，但是说我是一个打下手的非常非常好的打下手的一个。谢谢，欢迎艺人哥。我再次感谢柿子哥、顾哥、默默哥以及强哥、平凡人生以及萍姐恢复自我、静静哥以及我们时光，还有人生啥呀？会烧白开水就行，我一大嘴巴子给你呼那儿去。谢谢平安哥啊，谢谢平安哥，谢谢我们清远哥。可是你这一下子给我暴露了，我是淑女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属于贤妻良母那种的，可不是家庭暴力哈，这个恰恰这段。我是一个从来不动手的人，从来不动手。好了，不跟你们说太多了，我要去那个啥了，我要去有点事情去随礼了。再次感谢，谢谢我们。
谢谢大哥，还有我们守护者，以及我们柿子哥、雪儿，还有公叔，还有最后哥霸主，以及我们细雨哥，还有只为飞哥、时光哥，还有雾哥、佳佳哥，以及还有我们英太古，还有我们九九，还有流氓哥、任你飞，以及感谢归正，还有我们大智若愚。谢谢清风哥、平凡人生哥、雨天哥、炮哥，谢谢我们挑一个懂你、上念哥，以及我们玉汉，这念汉吗？念玉还是念汉呀？谢谢谢谢。还有我们一生一世温柔，还有何雨堂哥、明峰哥、展天哥，还有我们秀姐，谢谢我们，谢谢我们信阳哥、旅行，还有美儿、双子哥。谢我们风筝，还有英宁哥、浅然墨，谢谢我们乐哥哥陪伴哥，还有酷海四航，谢谢朝阳哥，还有大宝，谢谢我们小雨哥、我是随风，以及我们剑雨哥、开心人，还有我们天边两朵云，谢谢我们平凡人生哥，再次感谢所有的兄弟们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陪伴，谢谢大家的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休息。